从天空体现了出来。从最初的部落群居到故宫的绝世形制，中国古代的都城和皇家礼制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呢？洛阳王城公园建于1955年，也是中国唯一一座王城遗址公园。1954年，考古人员在今天洛阳市中心区域的位置发现了东周王城的遗址。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洛阳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脚下就是曾经恢弘一时的东周王城。在这里，东周王朝历经了25位帝王和515年的岁月。公元前1046年，在商朝国都安阳的郊外，爆发了一场牧野之战，结果殷商王朝被终结，中国历史进入了周朝，史称西周。6年后，西周王朝就开始了在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营建洛邑的工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周公制作礼乐之后，都城的规制有了明确的规定。中国建筑史中说，都城之规制以周之东都最为完备。因为地处今天城市的中心，考古发掘还不能完全窥探这座城市的形制，我们只能利用三维复原来展现这座王城的容貌。历史上，东周王城北依邙山，南傍洛河，平面略作正方形，城周长约15公里，内有宫殿、祖庙、社坛、作坊和墓葬群遗址。东周王城的宫殿大致就在今天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在这里，东周王朝经历了春秋和战国时期，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座王城的使命才告结束。司马迁曾经说道，西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里的三代就是夏商周三大王朝。到1954年发现了东周王城遗址时，另外两个王朝都城遗址尚未发现踪迹。没有实物，便无法证明中华5000年文明史之论。中国史学考古工作者一直期盼从河洛的旷野中再发现一个可触摸的夏王朝来，以证5000年文明史之实。东周王城被发现4年后，著名考古学家徐旭升凭着《国语》中“依洛解而夏王”这一句话，徒步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依洛平原苦苦寻觅。当他和同事们在途经偃师二里头村的一处土台边时，几块差不多裸露在地表的陶片引起了徐旭升的注意。他随手捡起了一块灰色陶片，当他看见这块灰色陶片上的纹饰时，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就此出现。经过考古发掘发现，此处是一座古代大型城市的遗址。这个温暖湿润、土壤肥沃、水源丰富的盆地非常适合人类的生活，而城市建在隆起的平坦高地之上，显然可以减少洪水的侵袭。随着不断的发掘，来自地下的信息逐渐丰富起来。古代施工人员首先挖掉地表上的松土，再铺上3层鹅卵石，然后填土夯筑，形成了高度约1米的台基。根据建筑手法和规模，考古人员判断这里可能是一座都城。不久，文物的放射性碳素断代数据给出了答案。
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间。通过查阅各种典籍的描述，这座都城的面纱终于被揭开。这里就是夏王朝时期自太康到夏桀时代的都城遗址真寻。荒淫无道的夏桀成了亡国之君，但这座都城遗址证明了夏王朝的存在，也让中华文明5000年之说有了实证。从遗存地基可看出，二里头夏都真寻是一个规格齐备、气势不凡的建筑群，包括宫殿和宗庙等等。城中的最大宫殿遗址略呈正方形，坐北朝南，已经具备了中国古代皇家建筑的雏形。城市中建有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整座城市方方正正的建筑规制，强烈反映出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思想，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王权政治的确立。真寻的帝王生活从太康到夏桀前后持续了将近400年。大约公元前1600年，商族的军队在首领成汤的带领下攻入了这座王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就这样灭亡了。据古籍记述，商灭夏后并没有以真寻为都，他们建都于西伯。那商都西伯的遗址又在哪里呢？198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汉魏故城工作队为了寻找汉魏时期的外郭城东城墙，在偃师县城以西进行考古钻探，他们发现了一条南北方向的夯土城墙，原以为找到了汉魏时期洛阳城外城的城墙，然而顺着这条城墙寻找，他们却发现了一座南北1700米、东西1100米的城池。于是考古人员决定视掘，视掘的结果出人意料，这座建于商代早期的城市就是寻找了1000年的商都西伯。商都西伯居于伊洛河平原东端一处隆起的高地上，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交通便利，距离夏都真寻东北约6公里，不仅更利于控制中原地区，而且取水和交通也比真寻更为便利。在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商都西伯有着完善的供水和排水体系，3000多年前石砌的水道和水管依然清晰。在宫殿区复原的这座水池和城市的水网系统相连，它不仅是中国现知最早的帝王池苑遗存，也是年代最早的人工开挖并用石块砌筑的城市水利设施。今天考古人员已经复原了部分商都宫殿的基址，这座被标注为4号宫殿的遗址就是商都宗庙的遗址。除了这座建筑，商都王宫的所有建筑都历经不断的改建和扩建，只有宗庙由于神圣的地位，因此建成后不宜改建。在几乎没有任何器物的遗迹中，宗庙的确认也为商都王宫的功能划分提供了准确的依据。这个宫殿建筑我们把它分成这个东西两个部分，东面部分呢我们理解成的是宗庙这个部分，这是4号殿，这是5号殿，然后呢西半部分我们理解这是朝，是行政的地方，这个是3号殿，这个是2号殿，这是8号殿，这是寝殿住人的地方。这样呢西半部分形成这个前朝后寝这种格局，就西半部分和东半部分而言呢形成这个左祖右舍的这种格局。和真寻不同的是，
西博是一座大城套着小城的城市。偃师商城始建之时，先建立小城和宫殿区两部分，然后才建造了外围的大城。宫城位于小城的南部居中，这是中国古代宫城居于全城中轴线上的最早实例。小城就是皇城，大城为郭城，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郭体制。也许在攻入真寻后，商王感到夏王城的脆弱和不安全，所以在自己的王城中强调了保护的功能，筑城以保军，造郭以守民，宫城作为都城核心空间的位置与地位，就从这里开始进一步稳定和日趋神圣化。在西伯生活了将近200年后，商朝迁都离开了西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最后在牧野之战中被周族灭亡。夏商周先后建都河洛地区，让这里真正开始了王者之地的历史。这是位于洛阳市北侧和洛河并行的长约5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的土岭，它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邙山。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位于邙山之上，他就是葬在邙山上的第一位帝王。实现了汉室中兴后，刘秀定都洛阳，在安排将来的陵寝时，邙山成为了他眼中的风水宝地。之后，这里变成了当时人们向往的丧葬之地。光武帝刘秀定都的东汉洛阳城，距离今天的洛阳城东15公里处。在东汉之后，曹魏、西晋、北魏也相继建都于此，所以这里又被称为汉魏故城。近2000年的岁月流逝，汉魏故城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墙留于地表，昔日的繁华也如邙山一般寥落沉寂了下来。辟雍碑记载的是西晋皇帝视察当时的国立大学辟雍的盛况，碑身几经辗转之后，最后落户在洛阳偃师东大郊村。在汉魏故城的考古发掘中，一块碑座的遗址让人们想起了这块碑。当碑身和它的底座最终吻合后，汉魏洛阳城辟雍的位置就这样被确认下来。如果当年在太学学习的儒生向北望去，他就会很清楚地看到东汉洛阳城内的宫殿区。东汉皇宫宫殿分为南宫与北宫，其中还包括皇家花园。宫殿周边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三宫衙门和贵族住宅区。260年后，曹魏建都洛阳，宫殿的位置都被改建在了一条南北纵线之上，同时还确立了宫城在都城之中居北居中的布局形制。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在全面推行汉化改革政策之后，开始大规模改造营建新的洛阳城。在汉魏故城遗址中，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北魏时期皇家寺院永宁寺内一个木塔的塔基。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这座木塔大约有130多米高，而中国目前尚存的最高木塔就是山西的应县木塔，它也才67米的高度。因此，100多米高的永宁寺木塔，也许就是中国木结构建筑上一个空前绝后的重要建筑物。北魏皇帝在永宁木塔上登高远眺时，
洛阳城内最耀眼的建筑就是位于城市中间的昌河门。直到今天，昌河门遗址依然壮观大气。昌河门是北魏宫城的正门，它巍峨壮丽，豪华磅礴。昌河门往北正对宫城内的正殿太极殿。从昌河门往南有南北向大道，直通宣阳门，这条大道就是著名的铜驼街。北魏洛阳城城内有东西横街和南北纵街八条宽广的大道，它们组成规整的棋盘式道路网，横贯一条宽约40多米的东西大街，将全城分成南北两部分。宽42米、纵深近15里的铜驼街是全城中心大道和中轴线，两侧集中布置重要的中央官署，永宁寺就在街的西侧。这种以中央大道为东西和南北轴线的规划，既能四通八达，也突出了宫城对全城空间的总览地位，布局严谨规整，从而为后世都城建设所效法。公元499年，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6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宣武帝即位后，征用数万民夫，在洛阳城的外围新筑了郭城。此时的洛阳城已有了比东汉时大得多的规模，城市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单宫城居中，其他建筑分列两边，还有了整齐划一的里坊区。按里坊制度布局与管理郭城，是北魏洛阳城的创举，这也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都城居民整体规划管理。那时的北魏洛阳城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百万，车水马龙，一片繁华兴盛。2007年，洛阳市大遗址保护工程全面启动，位于现在建成区内的隋唐城遗址保护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处正在发掘的考古工地位于洛阳市印刷厂，如今厂区已经搬迁，整个工地热闹非凡。考古队员的脚下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宫殿中心区。1300多年前，隋代建筑家宇文恺接到了一个任务，为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城。宇文恺看中了洛河边上汉魏洛阳城和东周王城之间长约15公里的土地。宇文恺每月动用200万劳力施工，在经过13个月建设之后，宇文恺主持建造的隋唐洛阳城宣告完工。受河流的影响，宇文恺将皇城建在了西北角的高地之上，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印刷厂一带。之后，宇文恺又将城门地点定了下来，这样城市也就有了轮廓。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应天门的遗址，应天门是宫城南边的中门，它正对的城门就是定鼎门。定鼎门是隋唐洛阳城的外城门，它位于周成王迁鼎入洛时的洛邑鼎门，因此叫定鼎门。它的遗址如今已被考古发掘出来，这座城门到洛河边的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隋唐城整齐划一、犹如棋盘格子一般的里坊区。定鼎门与皇城正门之间有116米宽。今天我们在天空俯瞰定鼎门，可以看到一条直线指向了宫城，而线的另一头指向了龙门。
因地制宜，宇文恺使宫城、皇城的正南门与龙门依阙相对，将宫城布置在都城之西北，象征居于天之中央的北极星，故而隋唐洛阳城宫城又被称为紫微城。这种独特的平面设计表现了以东南西三面拱卫宫城的匠心，穿城而过的洛河则是象征天际的银河，位于洛河两岸的礼坊象征着银河两岸的繁星。于是隋唐城中轴线北起邙山，穿过宫城、皇城、洛水上的天津桥、外国城的定鼎门，往南一直延伸到龙门伊阙，这就是隋炀帝心中的中轴线。从此都城的中轴线包含了天地之间的呼应和互动，从一座城市的地标含义成为了一个王城的龙脉所在。这一理念也延续到了北京的紫禁城。在隋唐城宫殿区内，有一处保护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遗址，这就是明堂遗址。在武则天时期，明堂是洛阳城内最醒目的建筑。为了体现出自己的开明和与众不同，武则天把本应位于宫城一侧的明堂移到了整个宫城大殿的正前方，也让明堂成了洛阳城的中心。根据记载，明堂是古代帝王祭祀、朝会、庆典的场所。武则天的明堂修得相当壮观华丽，它的高度为91.43米，周边长93.3米。这不仅在1300年前的古代是了不起的高层建筑，就是在今天也称得起超高层建筑了。站在明堂上俯瞰整座洛阳城，宽广的大运河舟楫相连，繁华的市场车水马龙，整齐的礼坊规整有序，巍峨的皇城气势夺人，一座世界大城的雍容气度，一个盛世王朝的鼎盛繁华，一览无遗。从大约4000年前中国最早的都城二里头夏都甄选开始，都城营建的理念日臻成熟，皇权中心的精神内涵不断扩大。从河洛开始，中华文明的枝蔓历经数千年的成长，最后覆盖整个华夏，而王者的风度也从这里一步步走向了他最后的辉煌，北京紫禁城。从洛阳到罗马，驼铃声声中，东西方文化也伴随着贸易的往来得到了交融。一处处遗迹，一座座古墓，曾经的思路重现真容，追寻丝绸之路的踪迹，穿越千年，重现洛阳曾经的繁华似锦。请收看《天地洛阳》第三集《丝路千年》。